杨幂又到了十一只小猫的时间了，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？十一只小猫盖房子。哦，他们今天要当建筑工人，要来盖房子。我们来算算看，是不是十一只小猫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哇，这一只十一只全部都在封面呢，后面没有哦。后面是谁？小猪。小猪哦，好像是一只猪先生呢。猫首领呢？开着车，然后载大家去哪里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一本《十一只小猫盖房子》的故事。十一只小猫出门去旅行了。小猫们坐着车子到乡下去，这边玩玩，那边走走。哇，风景好美哦！好大的草原哦！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也走不完的草原。一望无际耶，要开车开很久。在山脚下有一间很破旧的房子，小猫首领把车子停下来。就是这栋房子，你觉得这栋房子是谁的房子啊？小猪先生。是小猪先生的。这里好像没有人住耶。哎呀，这里好脏啊。嗯，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吧。他们决定要在这里休息了耶，不知道有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。小猫们呢，找来扫把和本鸡，开始大扫除。先清一清天花板上的蜘蛛网，再用鸡毛掸子到处拍一拍，然后扫扫地，拿起抹布擦一擦。哇哦，变干净了，好棒哦！所以是一只小猫还蛮勤劳的。这里有那个屋主的照片呢，果然是猪先生的房子。他们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进去可以吗？耶，变得亮晶晶的。对啊，这里是最棒的新房子呢。兄弟们，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好不好啊？耶，我赞成。哇，他们就这样鸠占鹊巢，还把人家的画给拿下来，那个照片给拿下来了。请问一下，窗户前突然露出一张小猪的脸来。请问这里是不是小猪叔叔的家啊？原来是小猪叔叔的家，他们就这样跑进来了。不对不对，这里是十一只小猫的家才对。喵喵。嗯，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我可不可以先让我进来一下呢？喵喵。小猫首领打开双手挡在小猪的面前。这里是十一只小猫的家哟。喵喵。那么我叔叔的家到底在哪里呢？我明明记得是这里啊。怎么办，小猪无家可归了。让我们来立一块招牌吧，这样就不会有奇怪的人跑来了。好啊好啊，我们在上面写十一只小猫的家。哇，他们真的就这样霸住人家的家嘞，像给人家霸占了。喂，你们看那只小猪在山丘上做什么啊？他把那大木头全部都堆在一起耶。小猪到底想要做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他想要盖一间房子。咦，原来如此啊。他会盖出什么样的房子呢？哎呀，反正还不是小猪哦。他们这么小看小猪耶，搞不好小猪很厉害哦。下雨了耶，小猪不能继续盖房子了。雨下的好大啊。我觉得小猪好可怜哦，他房子还没盖完就下雨了，没地方去，只能撑着伞坐在那个空旷的草地上，怎么那么可怜。小猫们呢，请小猪到房子里来躲雨。小猪请进。哇，全身都已经湿哒哒了，请到炉火旁边来取暖吧。谢谢你们，你们真是一群亲切的小猫啊。小猫还算蛮有良心的，对不对？没有独自把它留一个人留在外面。小猪好高兴啊，而小猫们呢也感到很快乐。兄弟们，我们来帮小猪盖房子好不好？我赞成，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一定可以盖出一间好棒的房子。真的吗？谢谢你们。小猪更加高兴了。今天会有一个大台风来，所以我想在台风来之前把房子盖好。小猫首领开始画小猪家的设计图。十一只小猫开始动工了，车子不停地送来大木头和木板。
咚咚锵锵，咚咚锵锵，嘎叽嘎叽嘎叽。现在我们可以盖一间漂亮的房子了。咚咚锵锵，咚咚锵锵。二楼还有一个阳台，我的新家快要盖好了。最后终于完成了。哎，为什么上面是显示一只小猫的家？不是为小猪盖房子吗？还是我搞错了？是的，因为十一只小猫实在是太喜欢自己所盖的房子了，所以小猪只好住进小猫们原本的家咯。也没关系的，反正这里本来就是叔叔的家嘛。天黑了，风开始咻咻的吹起来，天上的乌云也越来越多，最后连篱笆都被风吹坏了。台风已经来了，台风来了，咻咻咻，哎呀，我们的房子快要被台风吹坏了。嘎嘎，啪哩啪哩啪哩，哇，风真的很大，他们用木头盖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不是很稳。嘎嘎嘎，喵喵喵，小猫们的房子被风吹跑了。哇哦，十一只小猫被风吹到了空中，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，最后他们还是无家可归哦。太可爱的故事了。所以你觉得小猫抢走小猪的房子是对的吗？不对。对啊，所以后来老天爷就要他们把房子还回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失去了自己盖的房子，然后小猪终于有地方可以住了。这就是十一只小猫盖房子。再见。